两有什个么感想 CPU 吧，？CPU 有一个 CPU 的那个，有一些我看不太懂。比如嘞？对，是啊。哪里？不是有个什么，有一个叫什么 QSV 哦，一个软体。在这里。QSV 软体吗？还是一个东西？我不跟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等，然后嘞？然后那个东西好像有一个 CP 值很高的显卡，然后不支援那个东西。嗯。我也不是很懂，就 QSV 我没懂。靠，可以拉巴龙。到现在我看到了，我们要被包围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会战了。因为我刚进来，有人说我的、嗯、怎么？没有，就你一打你去看一下那个什么 QSB 啊？有人说用那个东西好像你 CPU 的使用率会变超低，等等我要死了，效果变超好，等等我要死了。Oh no！ 我死定了！哈哈哈！我那边乱闹哦。GG。你是本子吗？你开本子吗？是啊。哎、欸。你试看看可不可以第三招那个、啊？第三招吗？比较痛吗？好像是。因为其实，而且他第三招好。会发现对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刚刚什么声音？刚刚是谁的声音呢、啊？我不知道。嗯？谁发出来的？好可怕！我那时候……然后嘞？那我在看人家打扎克，好像就是……嗯哼，扎克血量一直都不会是满的。扎克人，可是他就是，因为他好像在。没什么血的时候，是不是毁比较，算是会毁比较多啊？啊？不早说，那是 Lucy 哦。啊？所以是 Lucy 咯。啊？刚刚那个声音是 Lucy 进来，然后喊一句，然后不对啊，他没上线啊，他没上线，我不能让他。这是谁啊？七月到了吧。莫名其妙。我看看。哇，中路钱比我少哎，受不了。OP 脚不解释，真的。那只怎么？你们那只怎么可以强成那样？这么酷。死哥江狗 OP。嗯、啊。对啊。没办法、啊，中路不会滚血。中路一期也超弱了，对啊。我来四个。超烂。可能你们。卡路跟你玩应该会撞到对面很强了吧？应该是吧，我是不会很担心啊。哦、啊，我刚好可以练一下对线。不知道、啊，就可能刚好那个中路不太会玩。很有趣。没差，我开小号也是撞钻一了。真假的？我那个25级的也是在撞钻一啊，我已经无所谓。那好啊，这样可以练对线。我觉得不是，那没有练对线，那个会变成你的队友一直在崩，然后你。你说像刚中路吗？对啊，有时候跟太弱跟那个打会打不起来，什么东西也会学不到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队友吗？还是什么对手？就是一下子跟太强的打会学不到东西。你跟他试一场啊。先选上路，然后蛮王在哪？找到了。哎、欸，干！怎么了？我刚看的时候看那个东西，妈的！看到什么？他在列队。谁？哦、啊，我知道。嘘、啊，我来看看我要带什么。9210吗？蛮王他是2190啊，对啊，2190好了，2190啊，我来自己点34，普攻伤害，怎么点好啊？
不知道怎么点，随便点好了。你就当 AD 点就好了，差不了多少。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2190我在干嘛？就那一排满不就这样吗？对啊，暴击，我刚那一排而已啊。没有，我又点到，我又点成那个了。2121，嗯，9210，刚讲完。嗯。好诶、欸，试试看。没试过，长剑凉水是吧？多玩剑啊！一等就上去 A 他。多玩剑，剑呢？对啊。剑 ，Really？ 一等上去 A 爆他。You kidding me？ 不然就那个、啊、红金链啊。我想一下，红金链太可怕了，不要。手套凉水怎么样？不要，这样跟长剑凉水不是差不多？不会啊，有暴击啊，只要爆到我就，哦靠，好爽。那没有爆到你就要被压到爆吗？对，不用了，多那个就好了。多兰剑，多兰剑 OK 的。确定？那就多兰剑哦。你们这么相信我技术？你打一次回五呢？你要想一下，可以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这样打提莫哎、欸，我打提莫那完了、啊。不知道是不是提摩，有两只我看不到。有两只谁？李勋 jungle 啊，提摩上路，然后奥利安娜中路。你打提摩悲剧。悲剧啊！我想，我想，你一开始去那个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哪一方？啊，我们是蓝紫方，蓝紫方，紫方耶。Yeah. 你一开始直接去他们家那边，就是那个，他那个右边河道那个草丛躲着。右边河道那个草。然后他有机一点点的机会会从他们蓝那边出来哦，懂你会吗？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就算，嗯哼，然后都跟着砍，跟着砍也会赢。什么？他是自盲哎、欸，就他没有，他自然就跟他砍。他应该不会先点自盲吧？应该是不会。你就这样，啊、你这样刚才砍，嗯哼，然后点第三招，然后他跑走，你一开始一等对打一定赢。对、啊、一定的、啊，赌赌看。然后他跑走，你就第三刀上去跟他砍。当然了。然后有一次我就这样就赢线了。赌赌看。一等赢线。赌赌看。不然你也可以跟你们家 AD 讲换线了、嗯。什么东西？叫 AD 去上路、哦。对啊。没关系，让我压压看。被打烂就算、欸。你跟刘娜配下路应该也蛮强的。吼吼吼！认真，你要打 IC 了。打 IC 好、啊，我玩盲王次数可能扣掉 ARM 的话不到两次吧，我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其实没什么网络他。别看盲王不就 OP， 我只知道他 OP 啊。可是我会因为不熟悉会不敢打。盲王不能怕、哦，盲王怕他就输。对啊，哦，那就对啊，对怕就输，你就跟他 A 就对了，你要相信你的人。哎呀，跟他 A 就对了嘞，呵呵。试试看啊，阿塞，我带了6%的普攻吸血。我、哦、靠，哇、哦，那很好啊，大颗啊，断剑啊，能认真假的？是的，突然，哎、欸，那样子回血超强啊！被打烂我就怪你们，叫我带什么断剑？一千啊！我想你打题目很难打哦。哎，我打过，好，没关系。就他不自盲，我就不过去。嗯，这样的问题不是啊，他不自盲我就不过去。那个 skin 出了，那个 skin， 不是他一自盲你就往前走，然后就转上去贴他，算时间上去贴他。自盲其实你不小心被自盲很长的，你不用太担心自盲。你说我吗？对啊，那个时间很短，那时间超短的，点满不是3秒吗？我记得没有2.5还是2.2，好像是2.5。偷偷看一下有没有在里面。那个 skin 身上有蝙蝠在飞哎、欸，哪一个？欸、等一下，所以这包部队是什么时候出来？我要去买。你要买谁的？你说买格雷布的？你说奈德利就是我去年买的。没有，他说正包部队、哦。我说那批我有买到。奈德利啊、哦，我有全造型耶、yeah ！史丹利那时候的、啊。嗯嗯哼，真的不是很会盲王哎、欸，真的要。不应该叫你开那个账号来练的吗？好可怕！哦呦，大哥，
而且还突然剑起手，吓死我！你用水来补你的恢复力，你会更快。是哦，真假？常见凉水不好吗？你会不要拉？你会不要拉那个恢复差？那你水喝完了怎么办？也是，就凭着有水的那时候上去打一波，把他逼回家。而且你只要有怒气，就会有人品。真的哈、哦，好，嗯，啊，寒气太好了，而且，哦，他有过来吗？嗯，他来了，自盲哎、欸，自盲就，哎、欸，这没人品啊，搞什么？啊？哎、欸，李欣还找我，过分。过去啦、啊，哪有这种事啊？哟，来看一下，难过哎、欸。你要小心哦。如果我是，我觉得李欣对啊，一定会做我，对吧、啊？我是想说，赶快上二，怎么样？躲你 Q， 躲 Q， 躲 Q， 你要不上去？没有躲到，进来啊，进来啊！我、oh, 靠，怎么会？哦、oh, ，fuck！欸、你的人品有点好哎、欸，这人品也太差了吧！搞什么？我没有带鬼步点燃啊，鬼步虚弱啊，我觉得虚弱比较强、欸。鬼步点燃呢？上楼会赢吗？烂透啦！这家伙，你再偷我就真的没得打。我跟你讲，这兵先会过来，你不要再偷了。我等那台炮车。不行啊，炮车。啊、好了好了，你剪掉，你剪掉。剪一台不行啊，那个兵一定过去了。我恨你啊，还没剪到。欸、你刚其实慢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少打到普攻一下，少补到攻，对啊。Q， 哎、欸，你说 Q， 我刚才点不是吗？你先打死你的时候，你已经二级了。真的？嗯，你早就二级了。没看到啊，哥哥，来不及吧？我没有习惯用键盘去点那个 Q。哦，那就。我吃完狼了，然后中路啊！啊，来上路啦，我们来虐杀提姆。好了，随便啦，看你了。OK 的。哦，自盲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自盲 CD 为什么那么快？很快啊。嗯。完了，我要被李欣住了。没天理，这游戏。哦，千边呢？哦，痛啊！我要哭了，我要哭出来了。加了个 gank 啊！先别说什么被 gank 不 gank 了，我觉得我好难过。不会了哦，又自盲了，他没魔了，所以哦跑得好快哦，来招先满啊，一吗？我拉一圈呢、啊、看你啊 Q 或一或李欣往中路都有人点，知道了，看情况啊，嗯，Q 吧，他没魔了，赌他一下好了，看他会不会去吃兵。他不喝水，这家伙到底会不会玩？我都搞不懂。往前，往前，再往前一点，跑速好快哦！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往前往前，不往前，靠，不是吧？不好玩呢、欸。等一下再过去吧。嗯哼。哎、欸，什么鸟人品？先吃个东西就上六了，先回去。第二招有没有必要点？第二招是什么？嘲讽啊！嗯，怒气满暴击几率是多少？
哇，这李信好忙啊！没怒气啊，我要被骗了哦，烂透了，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。嗯，哎，准备吃蓝哦。上六后会比较好打吗？我靠，双多人技耶！真假也是不好打。嗯嗯，这下难过了。我之前是，我之前玩是因为我一等，我一等情况跟你差不多，就是有把跑车打残血，死个屁呀、啊！真的。嗯，然后打残血他直接回家，然后他出来兵线过去，他还是可以打赢我。真假的？然后他大概死了两次到三次之后，他才打不赢我。嗯，哦，太随便啦，能打，真能打。直接看大绝在中路丢了，优势。什么东西？我大绝在中路丢了。一开始其实你有打有优势，只是没有处理好。不要自盲我，我要偷偷推他，他刚点到小兵，可爱。哎呦，不要弄我啦，烂透啦！家伙怎么可以那么鸡掰？通常，尬的，他说那个了什么东西？为了推兵。嗯？通常一线满是为了推兵。哦，好烦啊。然后。遇到 AD 角可以 W 先买，然后哎、欸，李信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，那不过去了，好，一点都不好玩，哎、欸，快点，你一定要跟我虐杀一次提莫 ，OK， 嗯哼，李信往中路哦，好，塔下捡几只，好不熟悉这角色。哎、欸，打耶！他没抹，可他有毒。我知道。嗯哼。我大、哦、可以虐杀他。真假？可是我要很久以后才会到。哇，零三零盲网烂透了。你有大吗？没有，一分钟。不过我有虚弱点，我那鬼不虚弱。先想办法去中路。嗯，你先去帮别人好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所以那个震爆部队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啊？嗯，已经出来了吗？要丢大吗？不用，我不确定欸。